佛宝，圆满的智慧，慈悲的力量。皈依佛，即以释迦牟尼佛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导师。从今往后，无论顺境、逆境、快乐、悲伤、安适、怖畏，直至成佛之时，永不舍弃佛宝，不再归投其他的导师，不向他处寻求引导庇护。为圆满的皈依佛宝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皈依佛之后，不再依止其他导师，不再向他处寻求引导庇护。从果皈依的角度说，皈依佛意味着决心成就无上正觉，因此不再以其他的人天福报、神通、禅定等作为自己的目标。从因皈依的角度说，佛宝具有圆满的救度众生的智慧、慈悲和力量。佛宝的救护遍一切时、一切处，遍一切众生，无有遗漏。而诸如天神、地神，乃至人间有威势者，虽然也能在一定时间、一定范围内、一定程度上帮助某些众生解决问题，但是这种救度是暂时有限的，并且他们自己尚在生死流转当中，承受无明烦恼之苦，根本无法帮助其他众生真正止息轮回的痛苦。有的天人寿命极长，远超出凡夫的技术概念，而在福报耗尽之时，仍不免要面对死亡。死后受生，随业流转。如果说时间、空间跨度太大，无法限量见到，难以为信，那么看看人间有威势者、权威鼎盛之时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，他周围沾亲带故的人都能得到好处，想办什么事都容易。然而富贵荣华不可长保，寿命悬尽，威势散尽，那时自主尚不得，自顾尚不暇，哪里还帮得了他人？现在这种例子非常多，举目皆是，大家稍加留心就能看到。把人间的情形扩大拉长，就能想象到天神的状况。对待神灵，我们的态度应是不信奉，但不妨恭敬。人有德行，死后才能转生为神，为天人。何况有一些神灵本身也是皈依佛门、发愿护持佛法的，我们虽然不归投依止他们，
但要有基本的尊敬，不要随便批评轻侮。《法华经》中，常不轻菩萨对众生一律平等恭敬，我们也要随学菩萨。神灵未出三界，仍属轮回众生，所以我们应该以平等恭敬一切众生的心态去对待神灵。大家不要把佛、菩萨、神混为一谈。佛菩萨已超出三界，了脱生死，而神无论能力多强、福报多大、寿命多长，都还是在轮回三界当中随业沉浮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无从了断生死轮回。要解脱轮回，只能皈依佛，修学佛教授的法，依止僧团和登地以上的菩萨。而要承办世间的事情，可以请求具有相应能力的神灵给予帮助，但终究不如直接祈祷佛菩萨妥当有效。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变沉刹，千处祈求千处现。有人觉得去病消灾求神有时更灵验，我想这是心诚不诚的问题。诚心求神，能感应神的护佑；诚心求佛，能感应佛的护佑，而佛的护佑价值更持久圆满。比如从成都去北京开车去的话，出门就上车，又快又方便。如果是坐飞机去，还要先去机场等飞机，但总体来看，坐车和坐飞机哪个更快、更方便、更不辛苦呢？当然是坐飞机。如果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北京，而是大洋彼岸的话，那么仅仅坐车根本就到不了，而坐飞机能到。皈依三宝，使我们获得世间暂时的安乐和出世间究竟的安乐。无论是为世间之事，还是为求解脱，我们一心皈依祈祷三宝，都能得偿所愿。第二，以释迦牟尼佛及一切诸佛为导师，皈依的是十方三世的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，不可只皈依其中一部分，或者在佛与佛之间有取舍。比如只皈依释迦牟尼佛，而对自己不太熟悉或所在地区不太普遍供奉的佛，如燃灯佛、普贤王如来、金刚萨多佛等，则没有什么恭敬皈依之心。或者发愿念佛往生的人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本来是好事。阿弥陀佛集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于一身，念阿弥陀佛
也就是念诸佛。但如果没有这个正见，而是以排斥之心只皈依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，认为没必要皈依其他佛，或者念其他佛没有意义，这就与皈依佛宝的学处相违背。现在有些人很有意思，根据自己的理解，把佛菩萨分门别类，各司其职。文殊菩萨是专管考试的，药师佛专管病人，黄财神管生意上的事，阿弥陀佛负责临终关怀，观音菩萨的职责范围比较广，结婚生子，生老病死都管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，才会有人告诉病人家属，可不能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会把人念走的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要为病人念观音菩萨，病就会好起来，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学佛的人要有正信正见，虽说不是所有佛弟子都必须深入三藏通达经论，但基本的佛法，佛教最基本的见解还是应该了解，否则连皈依戒都很难圆满地持守。第三，佛塔、佛像等是佛的种种化身，是我们顶礼供养的对境。即使佛像破损的碎片，我们也应该对之有敬信心，以头顶戴，放置于干净之处。若认为佛塔、佛像等未经开光，就只是普通物品，无需恭敬对待，则是不对的。还有人把佛塔、佛像等作为普通财物进行买卖以牟利，这样做的果报非常严重。此外，佛塔、佛像的外形、尺度、比例等都有相应的规制，不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想法随意改变。我有时看到现在的一些艺术家绘画或雕塑的佛像，创新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他画的是哪尊佛。自古以来，佛教造像就很讲究，画师、工匠等需要经过特殊训练，才有资格塑画佛像。佛像塑画完成之后，不可以对之妄加批评。比如说，这尊佛像不庄严，或者手脚太大、太小等等，这个问题大家要特别注意。